邊隻業績股可以去留意一下呢？我覺得其實呢隻福萊特玻璃呢是可以去睺下，當係一隻潛力股去留意。咁點解呢？嗱，佢都係公布完出嚟嗰、那個業績啦，嚇、啊。咁佢嗰個嘅收入方面，佢嗰個就去到即係上半年啦，截至即係六月底，咁啊去到就73億，咁啊同比增長有成81% 嘅嚇。但係佢嗰個嘅即係賺錢啦，淨利潤啦，咁就得10億，咁啊下跌啊20% 度，主要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就係因為呢、這個康復玻璃嗰、那個即係平均價格下降啦，同埋原材料嗰個成本上升，所以就令到佢你收入其實仲有一個唔錯一增幅啦，但係你即係賺錢嗰一 part， 其實就唔係賺到啲即係好多喎，咁反而就係有一個嘅同比下跌嗰個情況，咁嘅情況就因為嗰個價格跌啊，同埋嗰個成本上漲嘅一個因素啦。不過最主要呢間公司其實都係做一啲光伏玻璃㗎啦，你睇翻佢嗰個嘅收入嘅 breakdown， 佢好明顯就係有一個光伏玻璃去做一個嘅主力有成80%+挨近90%但要留意一樣嘢，咁其實因為其實你內地限電啦，咁同埋近期嚟講又好似又加強翻，就想去即係組裝翻啲即係電力相關嘅一個設備啦，特別係光伏方面。咁其實對於光伏玻璃個價格嚟講係有一個穩定嘅因素喺度，咁所以你見得到啦，同埋個業績出嚟之後，同埋嗰個衝勁得到嗰個價格，希望就回穩翻之後，咁今日嗰個股價亦都係有一個反應喺度咯。咁另外其實嗰間公司都有佢自己嘅優勢嘅，咁譬如話佢即係有啲天然氣管道嗰個嘅直接管道啦，同埋嗰個嘅即係嗰個硅砂個供給率，其實就即係自給嗰個率啦，其實相對上高嘅。其實呢個都係對佢自己嗰個優勢嚟㗎，對於即係福萊特玻璃。在宏观政策层面方面近期来讲其实内地也都有推出一些即方面的一个的意见稿啦，好像说工信部其实就有个这个关于这个推动能源电子产业或者是这个的促进这个光伏产业供应链的发展通知这些都是刺激得到整个 sector， 其实都是继续 keep 住应该是在一个的宏观的层面，在政策层面会有利行业的发展的情况的。对于这个相关的行业来讲，有些依然是一个利好。所以如果想去抠下即是业绩出来可能都有一个改善的情况在这里的话，特别是当然其实这些股呢也都是繼續要 keep 住望住嗰個外部價格嘅，譬如話啲光伏玻璃或者頭先租出嚟嗰個其他嗰、那個有做波有做相關嗰啲即係產品嗰啲價格啦，但係最主要都係嗰個光伏玻璃個價格到底係咪能夠即係回穩得到，同埋可能有少少即係向上上升嘅動力咧。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你可能真係一個比較係困難少少嘅情況，咁啊可以得到一個舒緩啦，對佢嗰個嘅即係盈利能力嚟講。是一個會有幾大的幫助，所以去搏一搏去能夠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最比較差難經營少少的情況過咗的時候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啦。策略方面啦，如果真係現水平去敲入去的話，你要留意翻咁就要今日嗰、那個，因為有個裂口上升出嚟其實呢個 suppose 會比較大嘅一個嘅支持喺度。假如佢真係要下探翻落去試一試呢個嘅上升裂口的話啦，咁你就會係其中一個第一個位要進行一個止蝕啦。不幸地，佢連即係整個裂口都補曬，甚至乎再要試翻落去嘅，即係再對上一日嘅低位的話啦。我都覺得其實就應該要去離一離場噶啦，同埋就未必需要去到擺到去即係上日嗰個低位啦，22.5咁遠啦。你可以擺翻去即係嗰個24元。这个水平或者是23元这个位置，这样去进行一个的部署，万一它真的不似预期向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业绩出来好像就有些惊喜啦，然后最重要看看外部价格又好像近期来讲又好像有一些回稳的迹象，如果你真的要加大你组装那个光伏那方面那个的发电
嗰個嘅嗰個設備嘅話咧，對於佢嚟講會係一個希望會帶動到一個嚟緊下半年特別係第三四季嗰個嘅表現咯向上嘅 upside 睇到邊咧？第一個位你睇翻佢七月底嗰個 I 住即係$30呢咁嘅水平嘅高位先啦其實你公布完業績出嚟啦，你啲券商都依然都係比較樂觀啲嘅，有啲睇到即係去到40几$50，其實都有但係即係自己嚟講就冇咁 aggressive 住先去望住即係$30先如果真係上得到去，因為你去到七八月呢咁嘅水平咧，都橫行咗一段日子啦，去衝過上去其實又企唔得到好穩啦。咁所以你第一個位你望住，即係如果佢真係去到20几挨住$30呢啲穩嘅位佢今輪即係有機會即係搏一搏佢，可能係。有一個炒底翻上去嘅一個可能性的話，睇住呢個位置，如果企得穩嘅時候，你咪慢慢推高嗰個止賺再上嘅話，你先至再望翻上去，即係挨近$35呢啲咁樣水平。大家記住啦，呢個嘅上升裂口係一個幾重要嘅支持嚟嘅。咁最好就唔好消磨翻曬啦。如果消磨翻曬嘅話，咁就要提防警惕啦。我相信其實如果係再跌落去要沉底嘅話咧，應該係啲即係外國價格又唔係好記得穩，又有嗰個比較大啲壓力，先至會有咁嘅影響喺度。要可以值得去留意一下，睇下會有一個反底嘅機會。但係都要睇幾樣嘢，好似頭先所講嘅外部價格重中之重要去留意啦